大家好，今天来分享泥鳅的一个特殊的做法，吃起来香辣过瘾，下酒又下饭，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。一斤的泥鳅买回来到盆里，准备好一个锅盖在旁边，倒入一大勺的盐，马上盖起来，让泥鳅在锅里面跳动，就这样静置了有七八分钟，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。还有一两条顽强的泥鳅还在跳动，现在先来处理这些不跳动的，剪掉头部，再把腹部这里剪开，把里面的内脏给弄出来，这样也能减少一部分土腥味。全部处理好的泥鳅再加一勺盐，倒入温水，下手抓洗，把泥鳅身上的粘液给洗干净，换几遍清水，把泥鳅抓洗抓洗，洗到这个水变清。来看一下泥鳅的表面，已经没有那一层黏黏的粘液啦，像这样就可以捞出来控水。接下来进行腌制，加入葱姜、胡椒粉、一勺米酒、少量的盐。下手先把葱姜抓出汁水，然后再把泥鳅一起抓拌均匀，入一个底味的同时能够去除腥味，抓匀后放在一边腌15分钟。趁着这个时间来准备料头，一小节大葱先破开，再切成葱花，切好装碟备用。生姜切薄片，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切好和葱花装一起。再来一头大蒜，先拍扁，然后再剁成蒜末。蒜末剁好以后，另外装在碟子里备用。另准备一些干辣椒，剪成小段，装在碟子里面。准备一根莴笋来做配菜，切成薄片，切好装在碟子里面备用。再来1块钱的豆芽洗净备用，配菜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更换哦。起锅把水烧开，一勺油，大勺盐，切入刚刚切好的莴笋，焯水10秒，然后把豆芽倒进去，把豆芽焯水煮熟。配菜也可以选择用炒的方式来炒熟，用水来焯熟，这样呢就能够少吃一点油。焯熟后捞起来，装到盆里面垫底，并起锅倒入比炒菜多一点的油，大火把油烧热，油温5成热，把刚刚煎好的泥鳅加入锅中，用中火来煎制。这个过程啊，翻一下这个锅底，让泥鳅受热均匀，两面煎到微黄定型，像视频中这样，就可以先关火把泥鳅盛出来备用，并起锅热油，下入葱姜，还有一勺豆瓣酱，小火翻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，来一块火锅底料，炒出香味，蘸酱充分的炒香，倒入冰水，来调味，加半勺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充分的煮开，然后把泥鳅倒进去煮上2分钟，把泥鳅煮入味。泥鳅不用煮太久啊，2分钟时间一到，马上就可以关火盛出来了。出锅倒在刚刚准备好的电菜上面，最上面撒上刚刚准备好的蒜末，还有干辣椒也放上去，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，再撒上一把白芝麻，一把小葱，再来一把香菜美味集成，
这样做的水煮泥鳅吃起来香辣有味，肉质是很鲜嫩的，一点也不会柴，也不会有土腥味。喜欢的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